常把大理石特性发挥到极致的陈家宏设计师，这一次选用卡地亚灰大理石，搭配类清水磨石英砖，来呈现现代意式极简风的利落感。设计师把客厅原来的隔间拆除，对调餐厅、厨房的位置，将靠窗最美的景色留给了餐厅。厨房这里增设了中岛吧台，而且大胆运用橘色，再搭配黑镜，成为公共空间中的亮点。到了主卧，设计师把原本两间小房间打掉，重新规划，让屋主夫妻不但有了独立的更衣室，还增加了一个阅读空间，展现了陈家宏设计师专长的饭店式风格美学。这个具有时尚感的精品豪宅，是不是让你对于意式极简风有不同的想象呢？我们下次见喽。